打一辈子星际，做一辈子朋友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由少帮主带来的精彩战报解说。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于 Prime 战队的 Marine King 枪兵王，对上他的是来自于Rooks Kiss 战队的泰坦啊。这个泰坦呢，也是之前我们看过他的一些比赛。对上枪兵王的话啊，从综合实力上来讲，枪兵王肯定是略高一筹了。但是神族的选手在现在啊略微的有点强势，虽然说这个最近 GSL 的决赛上面是这个 T 跟 Z 啊占据了一二名，但是我们也是看到了，就是在这个 WCS 上韩国的六个神族占据了亚洲的前六名啊，这个也是非常的恐怖的一个数字。是六个神族还是四个神族？好像是六强里面有两个虫族，四个神族是吧？啊，我记得是前两天的事情，有点记不清了。但是最起码的肯定的是，最后打的几场全都是神族内战争夺冠军，好像是四强都是神族，也这也是从韩国区选拔赛选出来的韩国的十人组吧，十个人里面好像最后剩下来的全是神族，确实很厉害。所以说这个版本的神族还是比较强。好，人族这边 Marine King 是一个单兵营，泰坦这边呢也是直接放传送门，然后放气矿，这个位置放一个水晶塔，会不会一会儿偷东西呢？因为这个位置还属于是角落里面，可以在这个点位偷像引刀啊这个东西。人族这个没有做气矿，典型的一个二矿开局。感觉现在韩国人族这个如果不放大招的话，开局上没有任何的新意了，也就完全是一个默认化的就单兵营二矿的开局，不管是 TVZ 还是 TVP， 默认都是一个单兵不做气矿开二矿，神族一把星加速补在农民上面，然后慢采气。注意一下，这个气矿呢不是第一时间拉所有的农民去采水晶采这个气体的，那这个慢采气也是意味着它肯定也是一个两矿开局了，前期把经济呢多投放在这个水晶上，多采一点水晶。这一个枪兵出来占一下瞭望塔，Marine King 也是打得非常奔放，家里也不管，直接一个枪兵就走出去，一个 Zlot 出门，这边放上矿，人族农民跟人族农民是交错而过，人族农民进来看一下，绕一圈，哎，没有绕，直接过来。那这个右边的水晶他看不到，会不会一会儿埋下一个伏笔呢？让我们来期待一下。不过看这个开局目前还没有起二气的话，可能不会走这个速科技了，也就是说这个水晶可能只是为了开一个视野，让对手空投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能发现，同时呢还可以从高地上给三矿传兵。二气刚刚坐下，人族两个枪兵打两个打一个 Zlot 啊，也可以甩一下。哎，这个枪兵要左右分开啊，这马荣庆的操作这不情何以堪呐、啊！这还要被杀俩吗？太坑了！马荣庆的操作怎么这么差呢？而且 Zlot 哦，我还说 Zlot 还能回去，砍死了三个吗？怎么砍死的？我必须要看一下 APM。200啊，正常啊，这是 EPM 200啊，这应该是 Marine King 啊。 Marine King 的水分怎么这么大呀、啊？感觉好歹也是一场代表着 Prime 这个 ID 是亚洲 Prime 战队的这么一个对标啊。 Marine King 居然这么水，难道 Marine King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？现在来临的叫做泰坦的时代。泰坦让我想起了暴雪坑爹的游戏啊，泰坦这个游戏已经很久之前就说暴雪要做的一款新的游戏，而从而呢要取代魔兽世界在暴雪网络游戏的这个地位，但是好像泰坦已经过了好几年还没有消息了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消息，一直在研发从未研发成功。又脱掉一个枪兵，再来，这几个枪兵真的不够看了，这地堡修不好，那个枪兵红血往后退，这个农民要被点掉。哇，这盘 Marine King 亏成马了，上来一个 Zlot 换三个枪兵就已经是亏得不能再亏了。这地堡能修好吗？
先把那红血点掉，红血的点掉。哎，居然先点，绿血的都点死了。不过还好这个地堡修好了，就要修一下农民。反应，马人 king 的反应，修住。44的血，家里面神族已经很开心，二矿农民都快补满了，这你敢信吗？马人 king 一代枪兵王啊，枪兵甩成刚才那副模样，真的让我们的人族马人 king 的粉丝是都含泪而去。这难道真的是马人 king 的时代过去了吗 ？Rokis 战队的泰坦要终结马人 king 吗？看这个架势，前期占这么大的便宜啊！看农民数量的对比吧，43-37，加上五个矿罗，哪来的五个矿罗？这狂攒能量不放，哦，这边三级地，我说了，三级地同时放出来五个矿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直接走了 VB 爬巨象，同时一个 OB 过去准备侦查。追者在野外找有没有什么野建筑或者藏农民，封你的侦查。人族被迫补掉第二个地堡，这已经是8分45秒了。如果对手的一波进攻，这时候已经早到了，所以这第二个地堡其实补的也非常晚。这也是被迫的，因为自己前期损失的经济太多了，而且兵也死的太多。到现在为止，部队的人口都是很低的。神族是领先人口的，是70人口，人族65人口。刚刚放下新港，神族顺势放下自己的三矿。这个神族开三矿开得非常开心了，三矿都要开好了，你的这个飞机还没造出来呢，这已经是非常顺的一个开局了。但是马人 king 的后期也是不容忽视的，看看我们的泰坦能不能把握住机会。一旦让马人 king 的三矿运作起来，这个人族你就挡不住了。他不像 4GG 啊， 4GG 是运作到四矿就 GG 了。马人 king 的三矿起家的一个，就是前期靠甩枪兵混的，但刚才我们看到他甩枪兵已经不比当年了，所以现在只能靠三矿运营了。他跟 MVP 的风格还不一样 ，MVP 擅长的是这个比较猥琐的防守，马人 king 的进攻性还是很强的。不过他现在有这个勇气进攻吗？就是要压出来守三矿可能。神族三矿在这里。家里面巨像的这个建筑已经造好，研发了一半，第一个巨像也是马上走出来，已经到了。哇，这已经是第二个巨像了，它是优先研究的巨像，后研究的巨像射程，优先生产第二个巨像。这边补下三个兵营，人族的部队想出来骚扰一下，但现在我们看一下人口，神族98，人族105。神族是由于有两个巨像的存在，这个部队是绝对打不过，人族是绝对打不过神族的。这有一个哨兵，这边开个护盾，两个巨像一扫，哇，马人 king 的反应，第一时间应该是把医疗艇刚做出来，我以为是取消掉了，然后重新做围巾。这个三个兵开了以后呢，神族是6兵营，连续又补了4个兵营，这样的话是奔10兵营去的。人族还在找机会，这个时候都看到对手有两个巨像了，应该补医疗艇，补这个围巾了呀。这个不能交战，交战就是死。Blink 技能没有研发好，一个重弓飘在这里。各个补给站拍下，这边是双生攻防，攻防上倒是比较快，维京地攻也在点，接下来开始做维京。现在是三个机场好像是啊，这边机场是先做一个反应堆。不过神族现在是有一波 timing 的，它是三巨像，人族154人口，神族135人口，但是人族现在是没有维京的。第一波如果打过去，这一波的话能占点便宜，毕竟对手的农民数量很多，人族71农民，神族61农民，是停农民了。神族不要犹豫啊，这个时候自己攻防上面也不差，两攻两防的神族，人族的两攻两防还没完成，而人族农民占的很多，前线开始拍水晶了，开始传兵，这是一个 timing 泰坦的机会。马人 king 接下来的暴兵会非常的凶猛，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占点便宜。现在是4机场暴围晶，趁对手的围晶还没有上来，现在只有2架围晶的情况下，这波进攻是非常有效的，成了大量的贼劳特。
来看一看这波的进攻，水晶直接拍在脸上。这个基地还是个指挥中心，恐怕变好之时就是他崩盘之日啊！人族选择绕路，本来路口就小，所以他选择绕左边那个大一点的路口，但是这个路口感觉也没什么机会。这时候哨兵如果隔两个立场的话，这个路口是要相当的小。注意一下 Zlot 的位置不太好，但是马上反应过来，立场隔开，后排又刷了追猎者， Zlot 顶在前面，人族没有办法打对手的巨像，导致了自己的部队死得非常的快。追猎者跟巨像在后排输出， Zlot 顶在前面，感觉 Zlot 的提速就已经把人族打崩了，追上去强吃掉你这个部队。医疗艇只有加血之力，无逃跑之余。那这一波人族真的走远了，神族剩127人口，人族剩76人口。 OB 给视野直接 Blink 上去吗？跳上去抢点，人族拉着星际抢 A， 巨像是死光了，但是追猎者的数量已经剩得非常多，21个追猎者还在操作着，这个巨像还没死，全力逃走，跑掉算你跑不掉了。不过马人 King 离 GG 已经不远了，这盘泰坦打的一个 timing 非常好，也怪马人 King 前期的操作失误啊，导致这一盘发挥的非常不好，让马人 King 的粉丝们是为他担忧啊。最近的成绩确实也是不是特别好，也希望马人 King 呢能够找到自己巅峰状态的那个感觉，打出更好的比赛。那么今天的这场 TVP 让大家看到了一场神族啊，利用一个非常好的 timing 战胜了之前非常强大的韩国人族选手 Marine King Prime， 希望他们都再接再厉吧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